裂痕，看来里面就是这次事故的源头了。原来是你们在捣鬼啊！你们再挡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没错，我们是不会怕你们的。可莉，他们好像不想我们接近维苏威地幔。难道那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吗？可莉，你和菲尔特拦住这两只护主犬，我想办法过去看看。菲尔特，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。呆小鹿，魔鬼之夜攻击。水之神枪。丁梦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洞口被石头封住了。原来这些地震是这样形成的，这里是火山的最内层。一旦这些岩石被撞碎，火山就一定会爆发。迪莫，为了稳住火山爆发，我们一定要阻止它。迪莫，用闪电冲击对付它。
三只护主犬都千方百计地守护这一面，难道里面真的藏着什么？丁梦，必须想办法困住他，我们要进去看看。丁梦，嗡嗡啊！我们先这样，然后再那样，明白了吗？丁梦。没时间了，蒂莫，快！蒂莫，蒂莫！蒂莫，啊，有声音！蒂莫，蒂莫！啊，危险！原来是这样，看来那只护主犬千方百计撞开洞口的岩石，就是为了救这只小护主犬。丁梦，肯定是可鲁尔兄弟实验中产生的爆炸，让岩石倒塌了，才会把这只小护主犬困在这里的。丁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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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样不但救不了小护主犬，还会让岩石层全部碎裂，岩浆将破土而出，火山也会爆发。所以我必须把小护主犬救上来，阻止那三只护主犬。啊，丁梦！啊，糟了！看来那只护主犬挣脱了那些石头，我们要立刻把小护主犬救上来。丁梦，丁梦，丁梦！呵呵，有办法了！丁梦。蒂莫，你一定要牢牢地拉住这根树藤啊！蒂莫，哎呀呀！蒂莫，蒂莫，我会坚持住的。没事了，我们立刻就上去。丁梦，丁梦，丁梦，哎呀，我的屁股，好痛啊，我的屁股好痛啊！哎，真是太好了，丁梦，丁梦。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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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卢克，原来护主犬不是要跟我们打，只是要我们来帮他。噜噜噜噜！啊！你已经把护主犬救出来了。哇哇！你看，哇哇哇！看来危机终于解除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哈，卢克，辛苦你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难怪我的屁股痛哦！火苗龙，快使出暗黑诅咒！暗黑诅咒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哦，你看，岩浆不再流了。看来洛克他们也成功了。好了，快走吧。到哪里去啊？当然是逃跑啊。洛克他们的能力已经很清楚了，难道你想乖乖让他们挑战？说的没错，想捉到我们两兄弟没那么容易。快跑啊，克伦尔！等等，不要跑。你们又想跑到哪里去？哼！哎哎，
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难道还要等你们逃跑吗？你们有病！火系徽章的两位教官，乖乖的接受我们的挑战吧。上吧，迪莫！迪莫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想不到你们这么厉害。我们承认你们的实力。好吧，好吧，火系徽章是你们的了，而且这次还要感谢你们，全靠你们，火山的危机才会被解除，谢谢了。说起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那几只护主犬会撞击岩石，导致火山差点爆发吗？是你们，是因为你们实验中的爆炸造成的。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现充世界的正义魔力，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